家好，接下来再做一个热饺团。这是一碗面，你看稍微鼓对一点点，加勺碱面，撒勺盐，给里面加一碗白水。搅好之后再醒20分钟，开火，锅里刷油，锅里倒两碗白水，水烧开后改成小火，开始食面。你看这慢慢变稠了，现在呢擀面上搅。你看这冒泡，这现在就好了。把石头，这面拆下了。水池大院倒一点点水，盖上锅盖，最小的火焖10分钟。10分钟过后搅拌，再焖10分钟。现在搅拌均匀，这就好了。看美不美，完的很。你看，酱、醋、盐、韭菜油、油泼辣子，这就叫热饺团，吃热饺团夹着吃。你看这，你看这咋样？美极很。